这个有什么用呢？比方说以后我们切入就不是这样子切入，压它的工价是没用的，不是用这样拍，而是切入它。那我摆好一个架的情况下，我们切入这样子就切入了，你看它圆一直一样的，等于是两个手往这个手这两里切入。但是我压它的情况下呢，那如果它的工价保持不好，其实你好像它还是保持在这里，但其实已经没用了。打我的情况下，我首先我在躲的过程中，你看，我在躲的过程中，我是摆了个工架，你看。